好，这一节来讲的就是购买 domain name，就是网域名称的时候，呃，到国外有一个叫 Go Daddy 点 com 的网站哈、喔、，Go Daddy 点 com，我先把它登出，让你看一下，Go Daddy 点 com，你到网网络上去搜寻哈、喔、，G O D A D D Y 点 com，好，这个网站，那这个网站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哈、喔，就是。 你到国外来买网址的时候啊，买 dot .com 的网址会比较便宜哈。那我们之前讲的是在 .pcom h e 里面购买网址，哦，呃，myname 点 .pcom h 点 .com 点 .tw 哈。然后这边也可以买到国际域名，就是点 .com 的网址啊，点 .com 的网址。然后点 .com 的网址呢，你看，比如说我在啊这边啊。 test 点 com 这个不行，有人买走了。点 com 勾起来。好，一年是七百二十块哈，就是点 com 这个网址，这个不能叫网址啦，应该叫域名啊，网域名称哈，网域名称跟网址不太一样，网域名称也可以当成网址，网址就是直接在这边这边输入网址，然后就会跳出这个网站的内容，那个叫网址。那域名呢，就是。 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 点 tw，这个叫网域名称。网域名称也可以当网址的意思，是因为直接打这个网域名称就可以出现网站。那一般讲的网址是 triple w 点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，这个叫网址啦。 好，那让各位了解一下哈，域名跟网址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可是因为讲网域名称有很多人搞不懂什么叫做网域名称所以呢，在台湾啊，PCM 这边就直接写买网址，这样大家反而比较听得懂啊。但是反而让很多人搞不清楚，哎、欸、那这个就是网址哦，哦，其实这个叫域名哈，网域名称啊，域名，域名,名,名就是点 com 前面的这个名称啊，也有点。 点 com 的也有点 org 的也有点 gov 的哈，它、哦啊、这点 com 一般是国际网址哈、哦，没有点 tw 就对了。那没有点 tw 的好处是说任何人都可以申请，即使是个人也可以申请。那你,你如果是点 com 点 tw，那就一定要有台湾的公司营业登记证才能够申请哈、哦，因为点 tw 受台湾管辖。那点 com 呢不受任何人管辖了哈、哦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点 com 就对了，即使你是个人也可以。 而且网址比点 c o p 点 tw 还要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可是呢，在国内 PCM 申请要七百二十块，那但是呢，好处是设定简单嘛，而且都是中文界面。那到国外来买的话呢，会比较便宜啊，比较便宜。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，比较便宜。那我现在来讲，就是因为它画面有一些更动了，所以呢，我登录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登录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设定它的。 它的 A 记录哈，A 记录就是哦，oh, 我把这个 domains 点开，这个就是网易名称嘛，哈，把它点开，嗯、欸，把它点开，好，在这边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买了五个网易名称，然后我随便点一个好了，好，呃，好，点这个好了，点开，点管理。 然后呢，到这边 r o n DNS r o n file 就是 DNS 的设定哈，DNS 的设定，这边有一个 add record 就是增加记录。那我们今天要在 Web 里面里面新增第二个网址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按 add record，然后在这边选择 A host A 记录的意思哈，host 就是 triple W。 然后呢，IP 就是 w e b l y 的 IP，就是一九九点多少？哎，我忘记了。这边搜寻一下 w e b l y A 记录 CORD，哦、喔，这边有 Eric IP 哈，直接搜寻就有了，在这里点一下，Google 搜寻一下就有了。好，这里一九九点三四二二八点五九 c o p y 起来。 复制起来，贴上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就把它按一下，Add Another，呃，Your record was added successfully。哦，你的记录已经新增完成。Cancel 一下，啊，然后这边跳出来了嘛 l e w 然后直到1.9934.228.59。OK，这样就已经完成了一笔了。 那你如果说还要架设第二个网站呢，一样再新增一个，然后选一样选 A 记录 A host 的 A 主机，然后假设这个是呃第二个名字好了，比如说 shop shopping 好了啊 shopping，然后刚刚 IP 一样直到 w e b l y 的主机，那我 w e b l y 就必须要去买两个网站哦，好买第二个网站哦才可以架设哦。好按刚应该按 Finish 就好了，好 Cancel 一下。 好，这样就两个了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 shopping 摆在最前面，然后点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 就是一个网站。那 triple w 点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 就是第二个第二个网站哈。那譬如说，只只一个举一个实际案例 s h o p p 你看 shopping 点 pc home 点 com.tw 是不是一个网站？然后呢，triple w 点 pc。 PC Home，呃不对，这是 PC Score。PC Home 点 com 点 tw，这也是一个网站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还有一个，呃，Store 点 PC Home 点 com 点 tw。Store，哦、啊，它转址了，它转到这个 PC Store 点 com.tw，它以前是。 store 点 pc 用点 com 点 tw 好，没关系，我再举一个例子。my name 买网址的地方哈、哦，你看 my name 点 pc 用点 com 点 tw，它是一个网站，专门在叫你去这边买网域名称的。然后呢，tripw 点 pc 用点 com 点 tw，这是它最刚开始的一个主要的网站哦，这、就是它 pc 用的主站，有没有？后面的域名哦，网域名称都是一样的哦。 但是网址不一样哦，哈、哦，网址就是整串叫网址，哈、哦，这个是 triple w 开头嘛，这个是 my name 开头嘛，啊，还有这个 shopping shopping 开头嘛，啊，后面 p c 用点 com t w，这这这个都叫网域名称，网域名称是不变的，等于说我花一个钱，我就可以架多个网站，花一个什么钱，花一个网域名称的钱，我就可以去架设不同的名称的网站，不同网址的网站，哈、哦，不同网址。 所谓不同的网址是前面这个，这个叫主机名称，哈、哦，头一个字叫主机名称，这个叫 my name，这叫 triple w，这叫 shopping。那但是呢，它就必须用到三个网站空间，哈、哦，因为它是三个网站，所以如果你在 w e b 里，你也要这样子，这样子是去设定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买三个网站的价钱，好、哦，三个网站的花费，好、哦，你不可不可能说买一个 w e b b 的钱，然后架三个网站不行，好、哦，因为这样子是属于三个网站。 O.K. 只是说你不不用买多个域名，你就买，譬如说他买 pc home t com t w 他就只要这个域名，然后前面这个呢，就透过 DNS 修改就可以增加多个。所以刚刚在讲的就是这个，呃，刚才讲的这个 A.G.U. 就是这样，我可以去增加 c r i p l e w，我可以增加 shopping，我还可以再去增加 my name，我还可以再去增加其他的，哈，这个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在 Go Daddy 里面去设定这个 domain name 的方法。 那一旦你设定完毕之后呢，嗯，你要去按储存哈，好在这里红色这一个，他说 action needed 哈，就是你的这个行动是必须，你的两个改变必须直到你储存它为止哈，不然它是不会修改的。好，这边 save changes 哈，save changes，好按一下 save changes，储存改变，OK 好，这样就代表你储存完毕了哈。 那我的另外那个哎，Triple W 为什么不见了？因为之前已经用掉了哈，之前已经用掉了在 C N 的地方。啊，这个 C N 比较复杂，我们不要去理它。好，就是如果你要去架设 Triple W 之外的网站，你就在这边新新增 A host 哈、哦。刚刚讲过 add record 的时候，新增这个 A host 就是 A 记录的意思哈。A 记录其实这个 A 就是 address 的意思啊，就是位置啦。好，位置其实指的就是 I P 啦，意思就是告诉。 全世界的人说：“哎，shopping 点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点 com，是指到这个主机的 IP 的意思哈、哦。网站就是放在网站的内容，那些程式、那些软体、网页的东西，就是放在这一台主机的意思。啊、哦，全世界每一个 IP 都是唯一的哈、哦，不会有重复的 IP，所以某一个 IP 就指向某一台主机的意思哈、哦，云端的某一台主机的意思。好、哦，这样了解 OK。” 好，稍微讲一下整个 DNS 的原理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在 Go Daddy 这边去购买网址，然后去新增 A 记录，就可以把它对应到这个是 w e b l y 的 IP。你在 w e b l y 就可以新增一个网站，然后只设置网址网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选择自定网址，就可以选择这个网址。好，OK，那价格呢？价格之前有讲过哈，比较便宜。我们再看一次哈。 回到首页去，回到 Go Daddy 的首页去，然后他这边就是要去找你的 domain 我随便打一个，search domain 哦，这个因为我随便打的，一定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所以我一定买得到。然后他这边就开始搜寻了，有没有跟别人重复啊？OK 好，真的没有重复。好，你看九十九块要求怎么那么便宜？好，你看这个。 什么什么点 net 要四百三十九，什么什么点 org 四百三十九，好，什么什么点 com 才九十九，奇怪。99, Local shopping at this 一零九九。Local shoppers 好，我我先选它好了，看一下为什么它那么便宜。哦，你看它这边有写，第一年九十九块台币哦，然后。 additional 就是额外的，等于说第二年开始要四百七十九。那我们刚刚在 PCO 买网址那边看是多少？七百九，七百七百二嘛，七百多嘛，对不对？一差就差了快三百块。哦，啊，第一年九二九就不用讲了，哇，差更多，差了快七百块。所以在国外买 .com，在这个 Go Daddy 买 .com 的网址真的是还蛮便宜的。只是说刚刚那个里面进去都是英文版，啊。所以如果你对英文不熟，而且对 DNS 的原理又不懂。 那在设定上，你就会觉得层层卡关了啊,啊！其实我们要加网站用的功能其实不多，就是刚刚的那个 A 记录、A host 而已啦。所以这样讲完之后，这一节你就可以帮你省很多钱了吧？好，OK，好，这一节主要就讲 Go Daddy 怎么去新增其他的 A 记录。